就是说他们有多困难了，或者不太想说成功率那么难呢，或者要出问题了，现在最担心。这都啥？又抢我东西，哎呦，这俩。老二、老三长得都是很凶的。 平时很文静的，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好吃。好好吃嘛，那个给你掰开呢，好好吃。这个老奥数。嗯。不住了。避开他们。太兴奋了，现在太也兴奋了，人摇头晃脑的，太兴奋。小眼看的，人眼珠也红，有点红吧，咋的？看他眼珠咋的，有点红。咬他，你老大爷手，防守位置。 咬他，你还咬他，手扒出去。凭什么？你说你拽那么长脚，他适合这种。我就说他屁股要疼。打对，跟老大打嘛。 又跑了，太老大了，吓得蹭蹭窜，也追呀、啊，有时候你一块给他摁住，是男的逃都逃不了。我说这破木雕玻璃上还有一块，太高了。 哎，你把这个花给。